今日同大家介绍嘅系893平方尺现代简约风格全屋家私定制方案，入门口系饭厅区域，搭配咗木系简约嘅餐台凳，客厅搭配咗布艺梳化，后面改墙做咗内嵌展示柜同墙板背景。呢个客厅露台系我最中意嘅，180度无遮挡，可以睇到我所有嘅私同远方。电视柜系简单嘅条柜，下面做咗镂空设计，方便打扫卫生。再回头睇下饭厅区域，我哋定制咗餐边柜同鞋柜嘅组合。过度做咗双水盆设计，大理石纹砖嘅搭配，时尚简约又唔单调。儿童房做咗上下床嘅设计，满足了业主想要俾两个细路各自空间嘅要求。颜色选用咗经典嘅木色搭配白色，整体明亮且温馨。主卧都系我超级中意嘅空间，因为都有视野超级好嘅露台，下昼坐住晒晒太阳好舒服。电视柜做咗无拉手设计，简洁大气。主卧仲有超大嘅衣帽间，玻璃推拉门嘅应用，让业主一眼就睇到想要嘅衣物。主卫空间唔系好大，但系预留咗足够大嘅洗手台空间，化妆洗面都好顺手。间墙用咗玻璃砖，睇嚟好有特色。卫生间都保留咗基本功能。厨房空间好大，灰白色嘅色水搭配，简洁舒适。最后再睇下成个户型效果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客户案例。